利未记第十八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。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，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。你们要听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，我是耶和华。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，羞辱了你父亲。他是你的母亲，不可露他的下体，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，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。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，是异父同母的，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，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。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，露了他们的下体，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。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，本是你的妹妹，不可露她的下体。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，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。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，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。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，羞辱了你伯叔，她是你的伯叔母。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，她是你儿子的妻，不可露她的下体。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，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。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，又露她女儿的下体。也不可娶她孙女或是外孙女，露他们的下体。他们是骨肉之亲，这本是大恶。你妻还在的时候，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，露她的下体。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，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。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，玷污自己。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不可与兽淫合，玷污自己。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。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